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Minecraft UHC。好，上次我们玩到这里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呢，我有一个想法了啦。其实上一集啊，我一开始定这个题目的时候啊，想说，不要定太难的。结果呢，我定下了这个目标最难最难的点，应该是在，因为不能挖矿嘛，所以钻石其实不好收集。结果没想到第一集就收集到钻石了耶。那接下来岂不是就没什么难度了吗？所以啊，我就在想，那我应该稍微变更一下过程。我的目标没有变，就一样是要收集五张唱片，但是我过程想要改变一下，就是非必要不寻找，非必要的话我们不寻找补血道具，好不好？哦，也是苦力怕，顺便练习一下实践打苦力怕，我记得应该要三四下。然后，嘿 ，OK， 是四下，非常重要的资讯啊。那就是不非必要的话，我们不要找补血道具了，我们就直接奋勇杀敌吧，就直接面对啦。那我们就趁现在白天，然后做一点事情。我想要做一点布置啦，因为如果没有在没有补血的道具的情况下，想要不损血拿到唱片，真的是有点困难啊。然后我有九颗半的新的扣打可以使用。OK， 那我先把碳踩一踩。然后我目前的计划是我要在这里杀敌，嘿嘿嘿，像这样打打打打打。然后呢？我的后面不能被偷袭，所以我后面一定要想办法插得很亮，至少在这个斜坡上绝对不能生怪。所以我想把这附近插亮一点，就是背后岩山的这一部分。哦，掉下来了，好险没有损血，好恐怖啊！我现在对跳跃都有点恐惧。这样应该够吧？这里加一点，嘿。因为如果这里还生怪的话，我一定会腹背受敌，所以会不是很大的不轻松了。耶、yeah, ，好，一小一小 ，OK， 那这附近也稍微擦亮一点。然后这个树我要砍掉，我要种会掉苹果的树。可是不是苹果树，那个是橡树。那种橡树的理由有两个，第一个呢，当然就是我搞不好以后会需要苹果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想要累积怪物，我希望它晚上生出来的怪不要到白天之后晒太阳就死了，所以我想要制造一点阴影给它。我就在这里稍微种几棵树，希望它们白天的时候够聪明，跑到树下休息。五颗吧，五颗应该够了吧？如何？好，那我就把附近擦亮。哎，这个洞我应该补起来，不然不是很好战斗。OK， 那这里也全部补起来好了，因为万一我在且战且退就不小心掉进来，我一定会跳不出去，然后死在这儿。OK， 这样应该够吧？这样全部补起来好了。OK， 这里差点糊吧？这里是不能生怪的区域，千万不能生啊！生了我就完蛋了。然后我现在，我不能再说然后了。那我的目标是，我的计划是，我在这里挖一点洞。我想一下哦，等一下，我应该先挖一个堡垒，因为万一很不幸的我在战斗过程中快输了，我就要在这里休息一下。虽然休息不会回血，可是可以恢复我的心智，对吧 ？OK， 先再升一格好了，这样，好，这样应该够。
然后我先把东西放下来，这个还有什么，这个，然后我先烧点东西吧。烧什么好呢？这才一个，算了，太多了。烧肉。诶，哦，对，我先做个门好了。这样。OK， 那这个门就，我想想，这个门啊，如果放在中间的话，我很怕会有意外，比如说像这样，哪一天我要开门的时候，哎呀撞到，就是会撞到这个门槛这个转轴这里，就哎呀卡到进不去，像这样卡到之类的。所以我事实上我想要把它装，把这个门装在这边，像这样，嘿，然后把这里围起来，像这样。这样的话，如果我要进去的时候，我就只要贴着这个墙壁，就一定可以进去。好，如何？还不赖吧？然后我看我这里烧八个石头啊，然后做一点，就这样。做这四个的目的是像这样，嘿，嘿，哎呦，错了错了错了，太高了，嘿，嘿，耶，这样我才可以看到上面啊，对吧？然后我这里要挖一个洞，因为如果我被怪物追杀的时候，这个洞一定会救我。因为当我跑进去的时候啊，怪物就会这样追我，然后就哎呀跌进去，对吧对吧，暂时先这样假设。 OK， 然后我的计划是这样的，我这里挖一些洞，这里挖三格深的洞，然后我现在就只要把苦力怕和酷的弓箭手推一推，推到他们掉进去就行了。哎呦，这样，那这棵树就不能种这了，种远一点，这里，好像这样。哦，还有你也是，这里，挖开，挖开。三格深的洞，然后挖掉中间这一格。好，那我现在我就只要把骷髅弓箭手推进这个洞，然后苦力怕推进这个洞，那我自己站在这里，那骷髅弓箭手就会看到我啦，然后就想要射我，可是一定会经过中间的苦力怕。耶嘿，这个并不是我想到的，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个方法。耶，那接下来就是等怪物生，可还这么早诶，其实也不早了。那哦，我来这里挖一个，类似防空洞，那个不是防空洞，那叫什么？护城河的那种东西。这样 ，OK， 这样如果我从这边被追杀的时候，他们就没有办法靠近我，就一定要绕过这个，然后从这里。天才啊我！OK， 这样应该就够了吧。这里再擦亮一点，这里不能有怪跑上来，不然我会腹背受敌，腹背受敌就糟糕了。火把这么多，用都用不完。好，这样应该够了吧。我觉得天色变暗了，检查一下光源。这里，哦，这里太暗了，这里，嘿。然后我的树没有长大，所以第一批怪应该没得休息。好，就这样吧。这样，
OK， 我觉得应该够亮了。好，我去看一下山坡地那边，这里应该够亮吧？嗯，这里好像不够，这里也其实也不够哎。哦，我刚进来，一股脑的跑下来，没有摔伤，太幸运了，好险好险。好，怪物已经陆续的出现了，我们今天就来击杀这些怪物吧。我想想哦，应该要出现啦。我看看，没有一只怪。现在怪也越来越懒惰了，是不是？哎，那是吗？不是，是羊。好，哎，剩两只火把了。怪呢？怎么一直都没有？是我插太亮吗？不是吧？好了，不然把这些火把拿掉好了。就怪呢？有了，可是我不要僵尸啊！我看看，哎呀，那是羊，那里有蜘蛛，苦力怕看到了，过来，哦，那里有骷髅弓箭手哎，好，那我先引这一只。骷髅弓箭手就要很小心啦，这真的很小心。他的目标是这个洞，我忘记盖一些东西了。耶，他看到我了，快点过来，笨东西，过来啊，快点过来，不过来。哎，你要去哪里呀？哎，我在这儿，快点过来。好，躲起来，我在这儿，往这边走，这边，你走错边的啦！哦，下去。刚刚失手了，啊，好恐怖哦！哎，我没有穿衣服，我竟然是赤裸的上身在战斗，忘记制作我的战袍了。僵尸过来了，我们来实验一下好不好？快点过来，开！嘿嘿，有够笨的！看一下哦，我的石头已经做好了。然后呢，放在这里，嘿嘿。哦耶！等一下，我觉得我视线受阻，我应该要制作这个，然后这里打掉。What？然后又不能让小僵尸进来，所以铺个半砖。嘿，好，非常完美。现在就是僵尸过来了，僵尸随便了。僵尸其实有几种杀法嘛，对不对？大家应该都知道。那第一种当然就是背面没有怪吧？没有。第一种就是跑，然后攻击，就会有击退的效果。那第二种呢，就是像这样。不断的绕圈圈，像这样，就是一直往同个方向绕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就几乎不会受伤。OK， 那原因就是，如果是一直打，然后一直后退的话，后面可能会有怪物生出来，所以这样会不小心从后面受伤。那如果是绕圈圈的话，就会像这样，
讲，假设这两只是僵尸，那一直绕圈圈的话，我一假设我一直往左边绕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好，我一直往左边绕，像这边，那后面这一只怪，这只僵尸就为了接近我，直笔直的朝我走过来，但是会被这一只挡住，所以一直往左绕或一直往右绕，就几乎不会受伤啊，至少我没有因此受伤过，好不好？又有一只僵尸，我真的有点讨厌僵尸。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过来啦！快点过来啦！哎，我发现那里有骷髅弓箭手和苦力怕，已经站成一条线了。我要去引诱他。嘿，嘿，我很怕后面突然有东西跑出来。没有对吧？我说的就是。那里我刚真的有看到苦力怕在那，蜈蚣在那，太远了，有一只苦力怕过来了，太远了。哦，那打蜘蛛的时候啊，要打的不是蜘蛛本体，而是蜘蛛的头上，因为它 接近玩家的时候会跳起来，所以假设这也是一只蜘蛛，它的身体在这里，那我们要瞄到它的头上的空间，因为它会接近玩家的时候会跳起来，所以这样比较不容易受伤。开扁啦，你不要掉进去哦，我要的不是你，我要的不是你。嘿，杀掉。等下我觉得我僵尸根本杀不完啊。真的杀不完欸。好啦，我今天的目标就是至少把苦力怕推到中间的洞里。没有了吧，没有了齁。好，往下齁。两只苦力怕有点远。这只苦力怕不太适合。好，不管，就是你了。过来，快过来。然后这个时候请不要用剑，因为很容易把苦力怕打死。我们要用一点钝器，比如说石头啊之类的，火把好了。过来一点，中间这个洞，快点，快点，过来点，神走位，进去，没有，进去，进去，哎呦，过头了，进去，进去 ，yes， 空心啊，嘿嘿，它正在里面了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耶、yeah, ！我们今天只有一只苦力怕了，我们只要持之以恒，里面有五只苦力怕的时候，再丢一只酷的弓箭手进去，就大功告成啦！好，搜寻苦力怕有了，哎、欸，成功一只之后，我就突然觉得我好有信心哦。我看不损血根本不是问题嘛，是不是？苦力怕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哎、欸，不过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自己不能跳进去，不然我会被苦力怕围殴。过来过来，中间这个洞，快点过来！哦，突然好有信心哦，怎么会这样？过来点，过来点，过来一点，然后转位进去，差一点点，过来点，过来点，进去！哦，血血血血血！哎呦喂呀，真是糟糕啊！因为它卡在那个阶梯上。所以就，对，就是悲剧。他没有被我击退，我把这补一补。哎呦，真是悲剧啊！而且你掉这么大一个洞，也给我多一点泥土嘛，是不是？根本就，你看根本不够。最好是有这种事啊！嘿嘿，好可爱哦，这里进。近距离这样看苦力怕，我要再抓一只苦力怕过来。哎、欸，我的树都没有长大哎、欸，这样的话他们根本就不能休息啊！你看，像这样白天我就很枯燥，因为没有任何一只苦力怕或者是怪物出现。嘿嘿，哦耶，快点长大吧！哦，没了。
然后今天很不小心的又损了两颗星，然后但是我们取得了一只苦力帕，我觉得这个进度算不错了，是不是啊？那我们的目标就是在这里推呼噜弓箭手，他就朝那个方向射箭，因为我会站在第三格洞，然后就会射死中间的苦力帕。哇哦，我真的觉得我可以不损血就破关。那这些石头啊，就是像我刚刚我的战术那样，我可以这样躲着，躲在这里啊，先把骷髅弓箭手往这边引。假设我现在骷髅弓箭手，就会像这样往这边移动，往这边移动，这样移到差不多这个位置，这样，然后我就会躲在这后面，就冷不防这样冲过来，然后给他一拳，他就会哎呀掉进去 ，perfect， 太完美了，太完美了，我真的是太完美了，好。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咯。怎么回事哦，好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就时间也差不多咯。我们下次搞不好就可以一口气拿到五张唱片哦。对，下次 Minecraft UHC 再见咯。拜拜。